My FM My Music。现在也看到的，我身边这位朋友呢，可能平时大家都是在网络上或者是 YouTube 那边看他很深情的在弹钢琴，可是他现在出现我的身边了。我们有 Jason， 主持人好，马来西亚朋友大家好。那这一趟来到马来西亚呢，我们有一个新专辑要跟大家分享了，那里面呢就是 Jason 的演出的一些曲目。更棒的一样东西是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在 YouTube 上面的所有 video 的点击率，现在呢几乎就要破亿。接下来我们有一个问答游戏，那这个单元呢我就会问你一些问题，那你都不用答我，你用弹的回应。请问这一趟来到马来西亚的心情是如何的？吃鸡饭的感觉是怎样的？我觉得来到马来西亚，见到了这么多的漂亮的妹妹，你看到我对面也是有一些嘛。虽然我知道你不敢望她们，不敢直视，可是没关系。现在用演奏的说出你的心情，到底她们的漂亮程度去到哪里？我们听一听音乐就知道了。你觉得有哪一首歌很适合在看这节目的大家送给你的？可以收我为徒吗？我真的想学一下。我们 ending 的 ending 这里呢，还是想他送一首歌给我，你见到我的感觉，透过你的音乐秀一秀。大家，我也听明白了，因为有很多他不知道的事，他想知道。我们私底下喝茶再聊了，谢谢大家，拜，谢谢 Jason， 记得支持哦。